本人的事难说。日本人不是也信佛吗？这有点英雄气概。才杀一百来个人就大惊小怪。哪里是军人的态度？军人怎能不杀人？没有女人，连男人都做不成。为解放中国人而杀中国人，是荒谬，也是逻辑。就像体罚学生一样，为使他们过上好日子。